哎呦，两位，千万别动怒，啥事儿好说好商量。你这酒店还想开不想了？有人在这公开散布反日言论，这是破坏中日友善。邱警官，您一定是听错了，我听错了，我你找死啊你！老子亲耳听到的，就这小子，啊，满嘴胡言乱语，说。 苏联红军就要攻占柏林、希特勒就要完蛋了，这还不是反日言论吗？邱警官，这位小兄弟说的是德国，说的是希特勒，没说日本天皇吧？嗯，日本和德国是盟友，你攻击德国就是攻击大日本。那照你说的，既然他们是盟友，那就该一模一样了。德国现在已经战败投降了，那日本是不是马上也得投降了？哎，你。 喂，藤川将军，司令部岗哨报告。嗯，那个姓姚的中国人已经进了司令部。嗯，请您指示。命令宪兵立即抓捕。 任何人也不准出去。是。这位唐少爷是江上军电台的台长。江上军啊，不就是皇军指挥的江防舰队吗？对对。江上军嘛，也算半个军人了。哎，会玩这个吗？你要会玩，敢跟我比比吗？如果今天你能赢了我，我就。 放你们俩一马！一人一枪，谁死谁倒霉。不死当过年，你先，还是我先？ 你先，还是我先？这招是你出的呀？应该你先，对不对？大伙说啊！打开，小心溅你们一身血。 没事儿，该你了。阿姨，快走，还给我！哼，这傻子还真够愣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日本人要抓姚哥。 那姚哥人呢？江上军司令部大院，逐个搜查。哎，干嘛呀这是？ 赵左先生，有何贵干？搜查共党分子。这是电台机要室。这是搜查令。
打开它！不行，这里头都是机要文件。在大日本皇军面前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我命令你，立刻打开它。对不起，你级别还不够。 我不要你！你就算把我打死也开不了啊！这是藤川将军的命令啊！给我接藤川将军。嗨，接电话。 藤川将军，是，走。出来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 谁知道啊？藤川设计的，以防万一。这么说，藤川知道这个机关？知道。不行，我得马上离开这儿，这不是九州之地。外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，就算长出翅膀，你也飞不出去。那我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啊！哎，别吓跑。这样，我去把鬼子引开。周彻，你护送姚哥。不行，那样太冒险。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 不要追，不要追！你们要守住不放，以免中调虎离山之计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走，老板，您真是个爷们儿。咱们生意人呢，常年在外奔波，靠的就是朋友。今天虽然是我救了你，但说不上哪一天我落难的时候。 还指望你拔刀相助呢？行，那从今天起啊，你在哈尔滨多了一个能割头换颈的小兄弟。那咱们应该算是忘年之交了。好，那我就听你的，咱们就是。
忘年之交了。哎，小兄弟，我能不能问你两个问题？您问。你跟那警官玩那个左轮枪，你就不怕万一？没有万一。啊，那你玩的就是障眼法，里边根本没鸽子弹。里头当然有子弹，但是我知道打不到啊。为什么呢？ 用眼睛看，怎么看？好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吧。我放子弹的那个弹仓呢，全且叫第一格。我用手指转动它的时候，在旁边人看来它是高速旋转，但是在我眼睛里头呢，它非常慢。当我手腕一抖，轮盘复位，我能清楚的看到有子弹的那一格在第四格。这样我一枪。 他一枪，第二轮他就能自己把自己打死。嘿，这有你的，这可是亿万中人才有的亿饼啊！我就是那个亿饼。龙太太，魏老板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来杯咖啡吧。好，来杯咖啡。 龙太太，请。好。这里的环境很好，咖啡也不错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龙太太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我已经接到上级通知，马上要回东北局主持地工部工作，城里的地下情报站。 暂时由你负责，还是跟我联系。我不会走得太远，就在城外抗联营地。有件很重要的事我得跟您说，最近城里来了一位神秘人士，活动很频繁。刚才您说有两个问题要问我，还有一个呢？你说你要回到金营去冒着生命危险救您个好兄弟，值吗？那当然值了。 他也是我的一个割头换境的好兄弟啊！可你是江上军的中尉，但是我讨厌日本人。哦，因为我爸也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。那年我才16岁。报告将军阁下，沈阳大本营特高科送来密报，说重庆政府军统局有一名重要人物已经潜入哈尔滨。知道。 可是，我的命也是一个日本中佐给救的。中佐？当年我爸在威子从山匪手中救出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藤川大夫。我爸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人的。藤川大夫。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后来加入江上军，也是因为这个藤川大夫吧？没错，藤川是江上军的少将总参谋。哎，这老天可真会捉弄人呐！一方面是国仇家恨的日本人，另一方面是救我性命的日本人，所以让你很为难是吧？所以才让我深深的认识到。 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人要讲情义，义气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能不能为我也讲一次义气？那当然了，您救了我的命，对我讲义气，我义不容辞。您说，我想见见这个藤川。做山货生意的老。 他说想和您做笔生意，哼哼，荒唐！我又不是生意人，能跟我做什么生意？我也是这么问他的。他说做生意不一定是生意人，得看什么时候做，做什么货。什么时候做，做什么货？啊，对了，他说。
如果您不愿见他的话，让我给您看这个。快告诉我，他在哪里？ 文君，哎，这么多年了，啊，别看咱俩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啊，后来在海参崴又被唐大哥救出了性命。 不是兄弟胜似兄弟，但是我们又分别归属两个国家。当年在海参崴，我刺探苏联人的情报，你却在悄悄地刺探我们日本人的情报啊！这么说，文君兄此次来哈尔滨，就不单单是来会我的喽。 德国已经战败投降了，按照波茨坦协议，苏联马上要跟日本宣战，日本战败投降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。可我是大和民族的子孙，我的命运只能和帝国的命运连在一起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——共产党。我得到情报。 他们已经从延安还有山东派遣了大量的地下工作人员潜入了东北，准备跟中央政府在那儿争夺地盘。可中央政府的军队有大部分在西南地区，竟然是鞭长莫及呀！是啊，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赤色国家，他很可能在出兵占领东北之后，把这个土地交给共产党。所以啊。 今后我可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要在共产党的占领区搞情报工作。可我当年建立的情报网，在你们来了之后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。所以，兄弟，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情报网交到我手上，帮助我一起战胜共产党。哈哈，共产党不会得轻易得到东北的。 至少不会轻易得到哈尔滨。我想先给你打听一件私事。请说。在你手下做事的那个唐烨，是不是就是唐大哥的儿子？怎么，你们已经见过了，难道还不知道？ 他就是救过我们俩性命的恩人，谭凯元的儿子。怎么了，文俊兄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知道。 你的太太死在哈尔滨，那我女儿呢？她还好吗？很好，放心吧，你女儿就是我的女儿。谢谢。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东北的整个谍报网。 都在我们的共同老师黑龙将军手里，我所掌握的只是北满的一些情报人员，到时候我会把他们全部交给你，助你反攻，以备之力。谢谢。
老舅，你喊什么呀？大晚上的，进。我得到一条重要情报。什么事儿？鬼子为了阻挡苏联红军，准备在松花江里布置500颗重磅水雷。听谁说的？左叔。左叔是谁啊？商人，一个商人。商人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一个商人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？哎呀，他不是一般的商人，他是个神秘特殊商人，我们是忘年交，生死朋友。哦，就是那天晚上救你命的那个，姚一成告诉你的吧？他让我找那些信得过的人，然后大家一起阻止鬼子在松花江布雷。阻止布雷？左叔，左叔。来了，左叔，没想到您来这么快，我一听到您的消息啊，马上按您的吩咐把朋友都带来了。您就是左老板吧？你好，我叫魏喜光，是唐爷的老舅。老舅啊，怎么看得那么年轻啊？他年龄啊比我大半岁，但是平时就喜欢管我叫老舅，这样显得年轻。哦，那你知道是年纪小辈分大啊？哪有，今后管我叫左兄就行了。哎，别，咱还是各论各的。我就叫你左叔吧。哎呀，不敢当了。晚辈姚玉成，拜见左叔。哦，你就是唐爷常跟我提起来那个把兄弟姚玉成啊？是，上回唐爷救我的时候，身处险境，多亏左叔您仗义相救。我今天来啊，主要就是当面向您道一声谢的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来，大家到屋里坐吧。先生，我们要打烊了。你们掌柜的在吗？在，这就是。先生，有事吗？您就是程掌柜的？啊，是。鄙人程文举。先生贵姓啊？免贵姓左。哦，左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听程掌柜的口音像是上海人。我老家在杭州。哦，我母亲也是杭州的。老太太身体可好啊？好，都80多了还一口好牙呢。先生请稍等啊。我看唐爷这人无足轻重，我们可以告诉他情况，我们已经掌握，弄不着最好啊不让他参与。哎，老马，你好了。小薇，老马，那我想问问你，能第一时间掌握这些情报的人会是谁呢？所以啊，我们必须依靠唐爷跟左老板合作。太君有什么新的指示吗？我不是太君派来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到底什么人？我是来救你命的人。你是抗联的？不像吗？你就不怕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去领赏？日本人那点赏钱你程大掌柜子看得上眼吗？左老板能出更高的价钱？军统滨江站少校副站长兼行动组组长。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。你上级已经把你交给我了，否则我怎么会知道你们的暗语呢？程掌柜的，你是希望光复以后被所有人
骂成大汉奸，还是做一个潜伏在敌后十几年坚持岗位的特工呢？告辞了，先生，等等。 我听您的吩咐，我该做些什么？上级同意我们的分析，这位左老板他可不是一般的商人。哎，会不会是上面派来的？只是和我们没取得联系。龙部长明确跟我说，上级没有派任何人来哈尔滨。会不会是重庆派来的？来得可真快呀！ 不管这个人是中统还是军统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，我们最大的敌人可就是日本人。对。哦，对了，龙部长再三强调，我们绝不能暴露身份。对呀，我们和唐烨只是好朋友，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。走。 左叔，哎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抗联的马参谋，这位是左老板，抗日英雄，久仰了。左老板客气了，辛苦了，请坐。我们上级指示，这么重要的一次行动。 必须先商定一套周密的行动计划。不知左老板有何高见？水雷呢？要在水里头爆炸，才会起到最大的作用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想办法让鬼子的水雷送不上舰船上去。对，这样，我们就有两个突袭点：一是他们运送水雷的路上；二是他们存放水雷的库房。左叔。 左叔，没事，自己人。从长春往哈尔滨运水雷的车队今晚就到。将军阁下，为了防止抗联分子半路袭击运送水雷的车队，从车站到库房，已经部署重兵把守。如果他真的还在哈尔滨，就不会杀到会在半路上袭击车队。这次运送水雷的车队一定会严加防，会有重兵防守，非常难攻。就算是我们偷袭成功了又怎么样？他们还可以第二次、第三次的继续运呢。他们运一次，我们就打一次。反正我们掌握着他们最准确的情报。幼稚。你说谁呢？你谁呀？唐烨。 他是抗联派来的联络官。抗联的，怪不得。唐烨，大事当前，团结最重要啊！左叔，您继续说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认为不应该去偷袭车队，应该去进攻库房。我认为他们也没有力量进攻我们的库房，但他们会选择。 一个最恰当的时机，对。攻打库房的最佳时机，就是在苏联军队刚刚进到中国境内，日本人慌慌张张的要把水雷搬上舰船的时候，咱们动手。没错，日本人已成惊弓之鸟，只要苏联红军一进攻，他们定会军心大乱。到时候我们兵分两路。 一路去攻打码头，另外一路强攻库房。就算我们攻不进去，起码能拖住鬼子没有办法把水雷搬到舰船上去。我同意这个方案。既然将军阁下已经料到他们会在我们装船的时候行动，也一定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了。正所谓。 兵不厌诈。我们啥时候动手啊？这夜长梦多，万一中途有变化呢？鬼子提前引爆水雷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这条水路
鬼子他们自己还在利用他在运兵运粮呢。就按左先生的方案办。我再强调一下，我们这次是军事行动，我希望大家要像军人一样遵守纪律，谁也不准擅自行动。军火库那边来电，说他们被抗联游击队堵在里面，冲不出来。往上招手。是。占领码头。将军，指人译，对方要求将军亲自翻译军机密码。钢铁军呢？为什么没跟你来？花边部队已经冲进司令部大院，冈田军刚从密码室取出云居密码，资料室就爆炸起火。什么？冈田军死了，云居密码也烧掉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和满洲国军政部发下的联合命令，命令江上军所有军舰立即起航，与苏联红军决一死战。特别命令西春、阳春两舰立即执行火燎计划。天皇保佑，大东亚圣战必胜。将军，请求确认，是阳春号跟西春号吗？是的。命令他们按照火燎计划继续北上，直开伊兰和佳木斯，沿江布下500颗水雷，把沿水路进攻的苏军彻底消灭在松花江中。让汉路进攻的坦克深陷泥潭，动弹不得。可是刚才电报已经说过了，军火库遭游击队袭击，水雷运不出来。水雷早已装入两艘军舰，军火库的水雷是假的，是我给抗联设下的诱饵。马上按照3号电码派发，快点！是。你们两个马上出去，一定要保证这里的电报派发时间。嗯，嗨。
马上行动，快，马上！ 快，把盛装给我找出来！快，开门！把门打开！开门！门没锁。洪科呢？没在啊。那好，你马上给江尚军起一个不发报。 已经成功的占领了江尚军司令部，除了铜川之外，日军残部基本被消灭。是。报完了。报完了。把这个立储打开吧。你不相信我？ 你到底见到藤川没有？我又不是你们的人，用不着向你汇报吧。钥匙，给我！是你把藤川放跑的。 民族大义了吗？你放弃他是我们的敌人了吗？让我，你放弃了吗？你怎么打人的？快起来！走，追！
谁不曾在夜里呼唤黎明，哪怕头上有再美的繁星。谁不曾在风中期盼着回忆，哪怕云中有澎湃的激情。谁不曾在路口徘徊倾听，哪怕身边有不断的低。谁不曾在梦中突然被惊醒，哪怕心中有无限的深情。我想要穿过这